那冠名的事儿现在怎么样？签约中。我听说商务部要弄咱们这个项目，听谁说的？他们找你了？没有。整个集团最没用的就是商务部，差的项目拉不来赞助，好的用他们拉吗？不都是人家自己找上来的吗？啊。 这次我肯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特别是他们商务部那女的姚薇，弄得一天到晚好像，哎，综艺部是指着他们商务部吃饭一样，这我一定要告诉他，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是先有的内容，才有的商务。这里边肯定有误会，姚薇不是那种人。喜欢她是吧？ 不承认，那我为什么从你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丝小慌张？吓死！给你句忠告，死了这条心吧，你这老实巴交的玩不过他。兄弟单位嘛，能协作就协作。谁跟他兄弟单位了？协什么作呀？我已经告诉他了，周五过来跟众星集团的一起比稿。我就是要找一个公平公正的理由踢他出局。 进，李姐，如果综艺那边让咱们周五再去比稿，这回我们要是没有杀手锏，综艺那老狐狸冯文义肯定会想办法卡我们的。就是，本市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你把我们给他们那 PPT 再加乙，乙签约，投入研。 不行，你腰吗？不急，就写乙签约。行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桃儿，我姚薇啊，咱们都这长时间没见了呀。 曹总，安总，嗯，安总，嗯，这么着急啊？跑到好的，马上给您送过去。夏薇，哎，花千宝宝的项目就把我找出来，送到曹总办公室哦。安总，我刚接到通知，去财务处，这样我回来马上给您送过去。啊，去吧。喂，我到了，马上就过去。嗯，你新来的？是啊。现在去我办公室，办公桌上有一份花千宝宝的项目书，帮我找出来，送到曹总那。 你的办公室我怎么进去啊？密码幺七零三。请进。哟，安总回来了，快快快快，走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非要让我回来？我下午还约了普拉提呢。不急，喝一杯茶再去普拉提，效果更好。安总，你是真厉害呀、啊！花香宝宝母婴洗护这么大一单，眼看就要落实了。哎，我这个茶呀。 平时自己都不舍得喝，啊，以茶代酒，犒劳一下功臣。来来来，您先尝尝。一口茶就犒劳我了，可真能手。
哎呀，这个最近啊，有一些人事上的调动呢，我还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人事上的事情，由曹总您和 HR 决定就是了。哪行啊？这一直以来商务这边都是安总在处理呀。不过最近啊，这个总部下达的 KPI 压力有些大，安总您不也说过吗？ 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压力太大了。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来配合我，我当然乐意了。曹总，请放心，我对工作呢一点都不霸道的。这个我太知道了。安总对于名利一向都看得很淡。进来，曹总。哎。 谢谢。哟，你们两个见过面啊？我更希望二位呢能在这个项目上共同发展，毕竟各有千秋嘛，一定会合作得很愉快。我是很期待跟安总的合作，我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过您对经典案例的分享。学校？对。您也是静海商务学院的？是的，师姐。我们学院的那专业上肯定是没问题的。那肯定是啊，所以这个项目啊，咱们三个人要及时共享每一项信息。 姐夫又给你换车了，不是跟你说了呀？有事呢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去找你。你说你俩也不要个孩子，一个劲儿的往车上使什么劲儿啊？你上个月的钱已经给过你了哟。别介，姐，把你弟看小了啊。我找我姐就是为了要钱呢，庸俗。那又是什么不靠谱的投资项目？姐，请不要带着刻板的印象看人。 今儿是来给您报喜的，从你嘴里能听到什么喜事？起来，别别，到家给你个惊喜。我晚上有约了。哎，你都说晚上了，现在几点？我亲爱的姐姐，您就要有大侄子了。小杰又怀孕了。 那确实得恭喜你了。哎，姐，这是恭喜你啊！啊，你想啊，您和我姐夫这岁数还没孩子，估计以后十有八九那肯定是奔事业去了。这不是我说，咱这家大业大的，不能便宜外人啊。不管是家家还是肚子里这个，将来他们长大了，哪个不得照顾你们？我们有手有脚的呀。 那将来呢还有护工，我们不需要别人照顾呀。这护工哪有自己孩子知根知底儿啊？那佳佳马上就要幼儿园毕业了，你怎么打算的呀？上哪所小学呀？到时候我还得给你姐夫说说，给咱们佳佳呢找所最好的小学。看我姐，姐你说的都对，我这也是为了孩子考虑啊。佳佳和老二早晚得上学吧，而且咱妈咱爸也需要享几年清福，不是？ 这老房子呀，装不下一家六口，还不是学区。那天我看世纪佳缘那样板间了，纯商业区，高收入人群，走进去素质都不一样。到时候我把门店一搬，我就在家门口看店。嘿嘿，那房子呢，我看过了，啊，确实是不错，但贵呀，10万多一平米呢。就算把咱这老房子卖了，再加上你们这两年的积蓄。
那也不够啊，首付的一半还不够呢。你们两个呢又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，要贷款也是个问题啊。谁贷款谁傻，不就差这么一点吗？所以啊，我得跟我最爱的姐姐商量一下啊。这个赡养咱爸咱妈呢和给老安家留后，我一人担着，将来你把房子给我一换，就相当于买断我这个工龄了，老人孩子都是我的。绕了一圈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？你呢，如果真的想用钱，我这儿有50万借给你，你还得给我打一欠条。借？给爸爸买房叫借？哎呦，我这出息闺女哟，你这是铁了心的不要你爸呀？江永凯呢，生意最近是好了一点点，但是我在江家也是要做人的呀。你们这些零零碎碎平常的尺度，那都是我自己贴不上去的。哎，安阳，做生意赔的那些本儿，搞七搞八的那些投资什么的，那哪一次不是我跟江宏凯两个人给他擦的屁股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上次妈生病出院，你连3万块钱现金都拿不出来，我说什么了没有？听听，爸，这我姐心里是有账本了。这要跟他亲兄弟明算账了吗？这不是？那你从小到大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，衣食住行我给你算过一分钱没有？您是没跟我算过一分钱。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您嫌学费贵让我换专业，对吗，爸？是我保证我自己要勤工俭学才没有换专业。结婚前您让我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你，每个月的都交，我交了。您说要给我做什么什么理财，我结婚的时候一分钱没见着，结婚以后我要回了自己的工资卡，您愣是半年都没让我进这个家门。直到江宏凯事业慢慢发展的好了，您又带着安阳到公司来找工作，我不是没给他安排工作呀。他去了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他把他自己当成董事长的小舅子，吃人家的回扣。要不是江宏凯，他现在能整整齐齐、齐齐整整的坐在您面前呀？您不是要给我算吗？咱们算，现在就算。姐，算，拿计算机去，现在就算。别，爸，您对他的养育之恩，这能算出来吗？都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需要钱我借给你50万，你给我打个欠条，多余的我一分没有。等，你住你的别墅，我跟你妈就挤在这公房，让着那些阔太太朋友们看看江宏凯的岳父过的这是什么日子。姐，你赶紧给妈道个歉，还有这事儿没商量。我这鸡窝里容不下你的金凤凰，请吧，安总。我姐就是嘴硬，一会儿我跟她喝一杯就好。这是妈特效药，这是您的，你要手。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他干嘛呢？换尿不湿呢。就现在这个情况啊，我那个二胎计划啥时候才能执行？你还想二胎呢？我是一个就顾不过来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你等大宝长大了，你就该觉得他寂寞了，就要生个老二去陪陪他。你这么看孩子，你不害怕呀？万一啊，我是说万一啊。你这阿姨谁介绍的？我们那小区的一个楼主。你认识啊？
不认识啊，就是他们有个群，很多人都在里面交流保姆啊、带孩子呀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，然后就有一个楼主说他们家保姆不错，我就联系了，可以按天算钱呢。要么说你心大呢，你不认识啊，人介绍一个你就敢用，那怎么办啊？你总要相信这世界上好人更多的吧？那万一他要给你孩子拐跑了呢？我呸啊！呸！我这不是看着呢吗？廖鑫，哎，帮我买一张陶然爷的通告单。哎，好的。哎，薇姐追星啊？你签约艺人。哎，这次真不对了啊！怎么样？不见啊！我天哪！不行，我得先回家一趟。你快去，快去！阿姨，你别管，你别管。薇姐，你快去吧，放心吧，现在就赶紧去。包呢？这是！快去，快去！路上小心点啊！轻点，别着急啊！小唐，快点，快点！没事，工作。现在这孩子太难带了，就是啊，吃什么喝什么。阿姨，你干嘛呢？阿姨，来大宝妈妈抱。我带孩子下来玩啊。那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啊？哎呀，我又忘带手机了。你看，我平时没什么人联系我的，我老忘。哎，那我不聊了啊。什么脑袋？干嘛呀？这是。冉唐，没事啊，就在楼下，放心吧，啊。大宝，小刘啊，今天家里我都收拾好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对了，那300块钱你是给我现金呢，还是微信转账啊？我一会儿微信转给你吧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今天不好意思了，不过阿姨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也别担心啊。阿姨我是专门带孩子的，你也不是通过楼里的邻居给介绍的嘛。只是今天这事呢，耽误你上班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阿姨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几点来呀？还是早上7点？啊，阿姨，那个孩子他爸说明天赶早班机，可能能赶回来。要是有什么变化，我再联系你吧。啊，好吧，我等你电话啊。那今天的钱你就微信转账啊。哎。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？哎呦，要还最幸福啥玩意儿？最幸福的就是，就是你把孩子往怀里这么一抱，他冲你一笑，你就感觉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什么呀？最什么呀？喝醉了吧？最幸福的人呗。我接个电话。去吧。哎，有点意思，他说的。我跟你决定，必须回去我要一个。喂，媳妇儿，干嘛呢？刚把老板送回房间，外面找点吃的，一天累死了。明天早上能回来吗？老板说起不来，可能得改到下午。那阿姨今天咋？阿姨咋了？你不看监控吗？那我装的有什么用？你什么都不管是吗？我这忙天嘛，陪老板开了一天会，我一会儿空了我就看啊。你先说阿姨咋的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没事儿了？哎呦，好了，妈来了。哎呦，大宝啊，来啊，今天吓死妈妈了，大宝。不哭了，是不是饿了？来啊！
上视频了。啊，怎么就不能打视频了呀？怕我查岗呀？说什么话呢？老张他们还在我这开会呢。你们在哪儿呢？还能在哪儿啊？在公司呗。你怎么了？说话怎么这么僵硬呀？没有啊，不是，公司有些事儿要处理。那好吧。我想跟老张打个招呼呀。老张人家在忙事儿呢。怎么就不能打个招呼了呀？你说这么晚了，让你的这帮兄弟陪着你熬这个大夜，那我作为家属关心关心不行呀？好，老张，哎，来来来，怎么了哥？安心要跟你说两句话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嫂子，哎，嫂子好，哎，你这不会是在查岗吧？放120个心，我们这里全速局都是男的，而且聊的都是工作，我都快郁闷死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有什么不放心我们家老姜的呀？倒是你钻石王老五，别把我们家老姜带坏就行了啊！嫂子，你可冤枉死我了。我现在唯一的伴侣啊，就是我们亲爱的姜总。上哪儿钻石去啊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开会去吧啊！忙完站这儿到家来吃饭。行行行，好了，嫂子那先挂了啊，改天去看您啊，拜拜。嫂子还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我说哥啊，你真的得好好想想了。就嫂子这脾气，如果你还没有处理好，我估计她一定会把你撕碎的。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。先生，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福星了。您如果有意向的话，可以跟嘉莲商量一下。怎么？啊，你觉得我一个人买不起是吧？没有。告诉你，全静海10大明星楼盘，我闺女占了2处。买你个房子不跟玩似的吗？爸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一人定就完了。不是。哎呀哎呀，你看看。这装修风格不行啊，这跟夜总会似的，你到时候咱们都得重弄。妈呀！哎，您还跟这儿看房呢？我告诉您，没准我姐的房都保不住。我照您说的策略去江宏凯公司找他，您猜我看到什么了？哎呀，你看清楚了。爸，就算我瞎了，您觉得照片能骗人吗？照片不清楚啊，怎么模糊呢？因为是我偷偷摸摸拍的呀。这些酒店势力眼盯得特别的紧，差点把我手机都给收了。这事儿是不是得告诉我姐啊？哎，算了，就我姐的臭脾气，真的。我闺女怎么了？她这是闹得我安家脑袋上来了。我闺女清清白白、明媒正娶，陪她江宏凯一点点苦日子过来的，这刚见点起色就要出花花肠子。我今天要不到她公司闹她个身败名裂，她不知道我这个保卫科长怎么当上的。爸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消消气，坐坐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用不着您上，不就是一花花公子吗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欺负我姐，我不没收他作案工具，他都不知道安家不好惹，真的是。占线，继续打，打不通去他公司，去他家打。安阳，喂，姐，怎么又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？找你吧。出息。哎，我岳父，
哎，啊爸，怎么了？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再急的事儿，也不能耽误你的工作。你今天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和小杨过去找你，有事商量一下。啊，那个，那这样吧，我晚些时候再联系你好吗？好的，江凯，再忙也要注意身体。爸等你电话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对，你看、哦，他敢放个屁。爸，你刚才真威猛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避免打草惊蛇。你爸我干保卫干事这么多年，有点本事，这个时候叫迂回战术，稳住敌人。哎，你姐那儿先别说啊，就她那臭脾气，没事也得折腾出事儿来。陶老师，来看一下回放。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陶老师，来您坐，您坐。来，陶老师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这儿。陶老师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。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来 ，AP 回放一下。哎，你看这个，看多少？你看你刚刚这个动作很到位。啊，还有这个眼神，我觉得非常完美吧。我觉得那个第二趴那块儿是不是还能再极致一点？太专业了，还能撑得住吗？这有什么撑不住的？你再来一个吧。那辛苦陶老师，哎，辛苦陶老师。来，来，好，部门注意啊！来，一会儿先出来，回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还在拍是吧？啊，嗯，哎，好。抓紧时间啊！来，开始。安心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我就没叫他过来。今天小杨和爸一起来找我，大概有些家里的事情不想让安心插手吧。啊，是，我姐不来的好。啊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嗯，爸，委婉点啊。得嘞，张凯。今天来啊，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先喝一杯。小杨啊，又要当爹了。啊，对，姐夫，是这事儿，是这事儿。你这事儿啊，你姐跟我说过了，家里有新成员是好事儿啊。可就是咱们家了这点地儿啊，爸，其实我和安心已经商量过了。如果小杨真的要买房子，这钱我们可以借给他，就按商业贷款的利息，怎么样？姐夫，我们帮了你这么大忙，你要是这态度，那也忒不拿我们当家人了。你帮我？嗯。你不是都说了吗？是一家人吗？有些事情，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，
话不用说太明了，爷们儿嘛，都有点话话肠子。小杨，给姐夫看看。遵命。姐夫，您别想着毁尸灭迹啊，这些我都备份了。就为了这些事儿啊？李会计吗？我现在给你发个定位，你马上赶过来一下。这点钱还动用会计，见外了。有些事情算清楚了比较好。你看，我说姐夫是个明白人吗？放心，姐夫啊，为了您这个小家的幸福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谢谢姐夫。你就是商务啊？嗯。知道这场什么戏吗？知道。知道。是情绪戏，是这一集的高潮。嗯。我要纯粹，纯粹。导演，可是已经快杀青了。杀青？杀什么青？我拍不完戏，杀什么青？你天天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摆到这里，我是拍戏呢。那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完成客户的画面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客户什么的。我问你，就这个啤酒适合这场戏吗？你经过我同意了吧？你就把它摆到这里。我要不然我们再想一下办法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来，那你来，你来拍。让，来过去。哎，您说来，导演在拍情绪戏呢。导演，好，消消气儿，别给丫头片子一般见识。那小姑娘懂啥呢？她懂什么叫艺术？把啤酒都搬走，快。谢谢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。来，这才拿到哪儿啊？没事。我告诉你啊，当年我做植入的时候，你别说导演啊，一个十八线小演员都能把我骂得跟孙子似的。做咱们这行的，就得脸皮厚，对吧？一回什么不会说，再练练胆量就好了。姐，我会努力的。哪个公司的？周星集团。早点收拾完，早点回家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旁边那个线扯一扯，小心点儿。捡起来，好好捡呢。他已经上车了，往前面走了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快点，收拾啊！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属会计。哎，
今天一整天都在和你对账，晚上了还把你叫到这里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耽误你送孩子去上钢琴课。没事，江总，项目的事儿不分时间。行，晚上我连夜会把它看完的。戴维，你先生好。好，谢谢您。那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先走了，再见。看清楚没有？女士啊，这一般大领导啊，财务的确关系都不错，我们厂以前也这样。你这个冒冒失失的臭毛病还是没改，女婿啊，他这也是为他姐好，爱姐心切，忙中出错。谢谢，明白。我这段时间公司也很忙，小杨关心他姐，我特别能理解。姐夫，那我那房，你要是贷款的话呢？啊，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我还当谁呢？我们集团的团花，快快快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文艺总，给你发微信你也不理我，前两天过来找你，你也不在。不好意思，先坐，先坐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最近手头上一堆事儿，这不得一件一件处理吗？我刚收到通知，说过两天要比稿啊，怎么这么安排啊？吓我一跳。这，比稿对乙方单位来说，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你们跟其他公司业务不需要提交方案、比稿什么的吗？我这也是本着对这个项目负责嘛。毕竟你说这一年到头有几个这么大项目，集团对这件事儿也很重视。这不是都是为了执行过程中能有更好的表现吗？这无可厚非吧？那我们是别家公司吗？我是雨果商务，你是雨果综艺，这一家人啊，不得互相支持吗？啊，要么就是我们商务部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没有 KPI 没有完成，那要么就是你单纯不喜欢我这个人。不能胡说，我是太喜欢你了，但是薇姐你也得给我机会。喂，哎，你看还躲我，薇姐。你在我心里，这其他那些老的少的入不了我的法眼。咱们俩要是强强联手，你说得做出多少好项目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对漂亮姑娘就容易上头，只对你做个戳边草不也不合适吗？对吧？那公司还有规定呢，内部员工不能够关系复杂。你说万一把这个单纯的互相协作搞成利益输送，也不行吗？那么单纯，薇姐，这楼里2000多号人，个个都那么清白吗？不一定吧。谁呀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程良。他身边那些小导演都是女孩，整天在一起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陈良，哎，哪儿说哪儿了啊？哪儿说哪儿了？扯远了，咱们说回正题。这个比稿流程呢，该走还是得走，啊，我肯定是挺你啊，但是打分呢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我只能是尽力，剩下的就看薇姐你的表现了。文英总逗我呢。
这个你可以记。陈琳。陈琳。导演，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啊，商务的事儿是吧？行。说话。姚总，这种商业机密的事儿，你不能在会议室说呀。进来吧。干嘛？要官宣啊？我才发现啊，你身边这些小导演都是女的。嗨，官方性别是女的，一个个可虎呢，工作起来比男的厉害。那人也不是我招的，人事部门招的。那哪个款你最喜欢了呀？